近日，鹿晗新戏最新路透照曝光，画面捕捉到一只只有10岁可爱的憨憨去玩具店看玩具，傻狍子鹿晗穿上大肥裤子，真的超可爱啊！你们的老公秒变弟弟，即视感，哈哈！拍戏也辛苦了，这么大热天的还要穿棉服，是敬业路了，没错。拍照时害羞微笑回应，可爱炸了。很多时候，鹿晗的敬业态度还是让人敬佩的，即使身体不适，也会咬牙完成各项活动。带病录制某综艺节目，可能是患了感冒或者流感，咳嗽的还是很厉害。还有在某演唱会上，也是疲劳过度，脱水被队友扶下场。所以说，别看明星表面光鲜，背后的付出更是巨大的。我们小小年纪的鹿哥也是很拼的哟，加油了！